生命电视陪您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请你了解世界啊，六道众生、花草树木啊。但是佛陀伟大在哪里？六道众生怎么变化？它的本质不太变。不管你今天设计什么手机，现在的电话，古时候的电话，你的动机比较重要，而不是手机的样子。你打这个电话是要助念吗？啊，还是你打这个电话是要做什么？那佛陀讲的是动机。动机决定了，那至于社会进步，这些语言文化，那这是自然的演变，那久了就会变成这样。但是因为你的动机不一样，结果你得到的果不一样。那这里面叫六道轮回。六道当然我们现在是人道，我们很羡慕天道，还有一种阿修罗道。阿修罗道是基于人跟天之间，因为阿修罗道还有嗔恨心、嫉妒心，那天道没有啊，所以天道的人永远不会吃醋啊、嫉妒啊，没有。但是天道人还是会怕阿修罗道，阿修罗道有时候会去打天，啊，跟天神打仗。但是这个六道里面，一般人就追求善道哦，我有天福啊。有些人有天福，一生下来就长得很白，一辈子不用烦恼钱。就像你去欧洲、美国，很多人是天道来投胎的。人家过去是福报就修很大，你一只草长出来都比我们的草漂亮一点啊，连个河流看起来比我们美一点，那天空看起来也不错，对不对？那也查一下嘴啊，所以整个温哥华都被这些外国人占据了，然后都要去那边享受天道的空气、路啊、河流、海啊，连他们的燕窝，不是燕窝，什么海鸥。看起来这么白，为什么漂亮？那北干呢？现在如果在台湾，早就咔咔咔抓起来啊！哎，天道我不一样，所以到那边，当然天道就骄傲，看不起黄种人，因为人家有天福。但是我们觉得学佛了不会羡慕，就觉得很可怜。这个有天福，如果福报享受完了，哎，吉祥的再见，好的。啊，因为他现在享受福报，当然骄傲一点，对不对？那黄种人呢，哎，比较认真一点，啊，所以但是无论如何，各的业报不一样，可外表业报也不一样。一只海鸥跟一只麻雀当然不一样，啊，但是海鸥也好，麻雀也好，本体是一样，但是业报不一样，啊，
那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业，所以中间呢，这三个小动物代表我们内心的层次，贪嗔痴。那各位你要反省，因为所有的痛苦就来这个，你只要有贪嗔痴，底下有左下角贪嗔痴三毒心不除，六道轮回永不停止，轮回就是痛苦。腰疼好啊，巴肚疼，巴肚疼好啊，关节疼，你拢好啊，恁囝开始疼。哎呀，这个世间没有一个安定的世间，啊，然后拢未疼啊，钱胖去，啊，但你拢好啊，境地个改啊，然后所以说，这个世间太多太多事情都在变化，那这个轮回就是变化，并不是说轮回代表苦，像各位我们是在轮回，不见得苦啊。有时候很健康，有钱，蛮快乐的，但是那个快乐是暂时的，暂时的。就像各位现在坐在这边，好好的，没有抬轮椅进来，不错，不错。但是保证十年、二十年轮椅法会，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，不然听师傅，那个我都来，都累啊，喘了，跟个敲多子。啊，各位，都几间海涛法师嘛，都要喘，你给他敲多子。大家都一样的，有身体都一样的，但是我都准备好了。哪一天我得癌症很痛苦，你来看我，我一定笑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我绝对不抱怨。啊，我从小就决定了。我有一次送急诊，我这一辈子一次送急诊而已。好像二十多岁吧，跑去喝啤酒、吃海鲜、跟什么女影星吃饭，然后酒啊起来了，然后我就去了。我去回来以后中毒。不知道喝什么中毒，然后就送急诊。啊，急诊以后用白呢，没办法啦，一点办法没办法。后来好在人家看到我，把我同学把我送到医院，然后他们说通知我家人，千万不行，千万不行，你绝对不能跟我妈知道，我老不了灾也靠戏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很孝顺的，所以到了第三天快出院了，他们还是通知我妈来。啊，结果他们说我妈来了，哎呀。我就要直直假笑，面直直拍，变得红较红的较红。啊！我妈拿什么我都给吞了，已经给我别的家，我没给吞了，因为我就是不让我妈伤心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善根。结果我老婆来，拢无甲骂啊，无甲讲，啊就都在咧哭，哦哦，我太痛了，所以我就开始，我就讲话，无代志啦，倒一个要走啊，啊。要笑，要笑，要让妈快乐。我认为孝顺名为戒，因为一个人要行菩萨道，对自己的老母老辈呢，你后摆你才好多对众生啊，你这基本的做不到了，不要懂啊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，以后任何时间谁找我，或是谁来看我，就像 我都会笑啊，因为我不喜欢一个不好的。你的动作还是眼神痛苦给别人看啊，因为这样好像让对方觉得哎呦你就可怜了啊，因为佛教讲影响别人，你不要影响别人不好的，不好的啊，你给别人的影响一定要永远都很好，那事实上你就会开学佛就是开发潜能，你说就跳就跳，你只要很用心，那种力量不是你身体的力量哦，原来我们佛经说了，我们的佛性才用了 0.3% 而已，你真实去利益众生，你可以开发到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就像我们现在说人家要把你眼睛挖掉，你会觉得哦 no 那会很痛，但是哪一天你觉得对方如果我把眼睛挖给他，他一定会啊看得到，而且他爸妈很高兴，那个时候你挖的时候感觉到一点痛，但是你可以 OK 没问题，因为你没有问题啊，搞不好你会变成不痛，挖的时候是痛，回去以后就不痛，因为你的这种佛性的心灵的力量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累劫他都有写，他这个佛经你要看，当他被挖的时候痛到昏倒，但是他一想起说我这样真实能够帮助那个国家的国王，虽然他是坏国王，他们国家就会不生病，坏国王可能也会变好国王，然后突然他就不痛了，不但不痛，别人来哭的时候他很伤心，哎呀你们不要为我哭，我这样布施我很高兴，而且真实可以利益对方，
不，如果不是如此，真是如此，让我恢复，嘣，他就恢复了。啊、哦，全国老百姓尊敬他，所以佛陀所修行是一种自我挣扎的心灵的。所以各位，你千万不要说我不行了，我没电啊，所以永远都可以。那你自然你会有佛菩萨的力量。各位把看到一个当机哦，哪有不行的啊？当机之所以让我们佩服是，哎呦，这个他平常做不到了啊，但是神给他加持一下，他做得到了啊。那整拢没听，这是马来西亚九皇灾，哇，他们比我们台湾残忍了、昨天他们拿个片子给我看，有一个年轻人，这边插一支刀，这边插一支刀，在路上行，九皇大帝加持，这趁这趁这小花代志，因起码就规矩都插了，哇，这很厉害。然后那个火那么大，会应小花人赶快，咱台湾是安尼会，啊不会，跟他小小安尼行过，因眼冒冒的。他们火那么大，啵啵啵啵啵啵啵跳给变了，站，那这个没有加持，我看还变没有啊？所以有神力加持，那这样人叫信心，你胡搞了，我的跳舞了，我冇跳，但是他们有显现神迹，所以九皇灾在东南亚超过于台湾啊，因为他有这些神迹。好。赶快讲回来，我现在没哈口啊，别公完。贪嗔痴，那各位一定要检讨。我想修行，既然说贪嗔痴是六道轮回痛苦的根源，千万不要为了忙于得到外面的世界，得到什么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去找一个法师也好，道场也好，你去亲近这位法师或是一个老师，不要说庙很大很出名，不要以这个为参考。这位法师是不是没有什么贪嗔痴啊？再来，他比我道德还强，而且他关心别人超过自己，这样可以。不然的话，我发觉这个末法有个现象，事实上我们屏东佛教徒也不是那么多，出家人也没有那么多，那屏东道场还蛮多的啊，因为大家努力把它盖好啊。所以我现在统都还无民主，跟闹鬼去。海涛法师，你嘛去气一劲啊！我都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我讲，台湾那是我的道场，你唔知呢？我勒个气，招不完。但是人家都说你要有一个，因为这世间法都是安尼啊。但是我认为有也很好啊，善用它，对不对？没有呢，更自由。现在我觉得有真是困扰，这个末法你只要有人就会给你鼓，我跟你说啊，当然有法师，海涛法师，你学佛了，听说你还在民间宗教啊，你不要批评，哪一天你生病了找我，我帮你，有一点用。因为什么？凡事没有绝对对跟绝对错，动机决定一切。如果你是佛教徒，你跟传统宗教划清界限，我觉得这个不慈悲。万法皆有佛法，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，基督教的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对我来讲是十地菩萨，没有十地菩萨不能承受这种苦的啊！各位，你有耶稣基督力量大吗？他有这个威德力，你看他可以影响多少啊？这没有威德力不行的。所以人家的优点在哪里？你要看得透，你不能说把它两分法化掉。好，所以有一次我去印尼，他们要做烟供火供，买了一些假的房子啊、车子来啊，然后买了一些金文抓来，然后就差不多三分之一了。师父，你这样错了。我们在推广佛法，结果你在复兴传统，这个道教这个民间就是。我说居士，你这样想就错了，没关系啦，下回你就先不要来好了。你刚没有我被人抓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因为呢，你要随顺众生，因为众生没有房子住嘛，你要渡轨道，衣服对不对？有房子，有食物，这个是方便。因为我们动机不是执着这个的，但是你如果两分法，那是伤害佛教了。当然讲归讲，他也不信了，过了就算了。
啊，但是每一次后来我说你们还是买，不要放在前面，要烧再拿出来，免得又被骂。特别美国，美国很流行啊，美国他们只要华人店铺，贵州厚厚什么，包括手机都好了，纸的，因为家里人往生了，这个贵也能配而已，啊，价钱还不便宜呢，啊。但是我认为这个啊，当然佛教有替代方法。为什么？我用我父亲的钱帮他盖疗房、大殿、病人的房子，回向给他，他可以得到房子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懂佛法了嘛。但是如果还不懂的人，那我有个善心，我烧给他，对不对？那还是给父亲的。但是我在讲，如果你是烧给众生的，那你父亲更多，那你要把它转过来。啊，转过来！以前咱烧金纸是讲安尼，我会发财。今晚不是咱只要烧金纸是哦，恁拢发财哦，对不对？欢喜哦，啊，恁拢欢喜来啊！这个是慈悲了，又不是说烧跟不烧。所以各位，烧也对，不烧也对，看你站在什么。但是你不要两分法，绝对要修，绝对别再修。动机决定一切。那这个动机就是不能有贪嗔痴，贪嗔痴就是顾你自己，我爱我不爱。所以这一点我很希望每一次我来啊，我真希望各位进步啊，进步。所以佛陀说，当你问别人第一句话，身体好佛，第一个要问；第二个，烦恼少佛。各位好兄弟问一下，啊，你烦恼还久啊？啊，一定要让对方进步了，身体一定会老，但是我们烦恼越来越少，不会生气啦，很客气啦。像我们这一次去不丹，有一位老居士以前脾气很大的，这一次去但很谦虚，赞明说：“哎，师傅，那许秀叶今晚呢，弄球球啊，没办法，你家斋，那黄美如嘛，那球球啊，没办法。”